到了金钱丝。这个、哦，这嘛是按南投来的啦，伊本来爱甲你文章做算啦，啊，因为今仔听了从书记的迄个警官总部承认的，所以按南投特别来的，吼、哦，啊嘞，大家嘞给他一个掌声，简淑慧，啊啊。是我在做国民大会代表的时候，在国代里面最好的朋友，他是简慈惠，南投的简慈惠代表，嘿，简国代，简国代，我都是叫他慈惠 ，OK， 来，跟我们讲几句话，好，俗居人间哈，各位咱所有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好。我想知大家现在都在吃饭，所以你安心吃饭，不过你现在敢吃就可以安心，现在吃东西才能安心。我想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社会，其实越活越不安心啦，说实在，不过我想司机孤等替我们打拼，准备这顿一定让我们安心了，对。我买司机已经二十几年啊，我现在特别走来，今仔日南投李文忠嘛竞选总部成立，但是我下晡我一搭过我就赶回来吼。不过我感觉司机是唯一我超出南投原意外来唯一助选的好朋友，因为我感觉检验一个人吼最重要，就讲伊一路行来拢完全同款。虽然外表有小可变啦，不过我感觉要看一个人，拄只书记咧讲，要检验一个人，爱家检验，我就感觉真正，为个内心来检验，其实上个重要。书记一路行来，伊所做诶，伊诶真正诶内心，就是为了大众诶利益。伊拄只讲啊足好吼，伊敢是为着要选议员，毋是，伊真正要做代志。伊拄只一直甲大家拜托，互伊一个机会吼。我认为实在讲，是伊予咱一个机会，会当选一个真正要做代志的人。恁讲对无？对。我认为吼，伫即个世代啦吼，伫即个社会足重要，因为足侪人，较好的人也是较安尼要尽心做代志，伊真无机会，予伊安尼退缩啊是安怎吼？伊无愿意阁出来，但是司机足勇敢的。伊阁继续行落去吼，予咱有一个机会，会当超越蓝、超越绿的。足侪人拢爱甲问哦，阮两个拢当初拢嘛是共款民进党啦吼。所以大家嘛拢讲，哦，你绿色的吗？吼，你绿色的吗？我啥都绿色。啊，无你蓝的吗？我啥都蓝色的。我人生是彩色的呢，我来就敢若一个色，我来就互限制我是蓝色、绿色。啊，是橘色，无必要啊！咱的生活是真多元化，咱的生活会当真精彩，所以咱一定爱拍破迄个政党，迄个政党讲叫人讲咱什么色就什么色，咱唔通互限制，咱来真正吼选人啊！司机离我伤远啦吼，啊不，我嘛一直拢是好朋友。恁司机是伫恁的厝边隔壁尔，恁有一个机会当选一个好的人。好的人，不是吼政党限制啦，政党蛮好的政党，但是久长来，伊都内底有一挂，哎，我是安嘛真痛心要安讲吼。不过我感觉讲，伫选好的人，咱也要超越政党，这是咱真正有责任的选民啦吼。所以伫遮，我希望恁能珍惜这个机会。予司机一个机会啦，吼，唔是干那恁予伊一个机会，是伊嘛予恁一个机会。当然我嘛知影吼，即摆选举要超越难、超越力的，真辛苦，所以伊就特别爱需要咱在座的大位大家替来投票，替来把咱的理念讲出去。特别检验司机的，我感觉伊，我足佩服伊，就讲伊真正内心拢一直保持共款。二十几年来，伊拢保持遐尼乐观、遐尼热情。上重要是伊有行动，然后伊的行动结合足济人拢含伊做伙来拍拼。所以今仔日我会当看到这个场面，恁就是同款含伊热心的人，对社会、对咱地方的遮的事务拢足热心的。所以含伊做伙拍拼，吼！好，多谢，多谢，苏姨加油！好，来，请多谢，请诸位哈。最好把它面对了哈。